把你的演技发挥到巅峰，让人欣赏讲，哇，这个人啦，哇，我老话都存这男主角、女主角，你们在偌好。那佛教徒更是如此，所以你要有这个使命感、责任感。我做这佛教徒，不分在家出家，我的行住坐卧、讲话走路，别人随时都在看。所以我等下跟我们几个出家人说，咱去把好假本哦，其实大家拢在看了。佫耍了呢，你边啊坐是海涛法师，迄个看佫较济。然后呢，人就知影讲你，所以我若家己食饭，我食不完，才收起，去把好食饭拢包起来。啊，要食完你吞落去，啊，哎，头家佫好心，多加两盘菜，会花去，佫毋是家己爱食的。啊，你边话，你买当作真好食，佮包起來，哇，师傅喊你笑好安尼食，师傅毋是即种人，是咧包互你看呢。啊，但是你就要勉强啊，不然你还有别的方法吗？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哎，对方看不起你，给你扣一个你就倒，是不是？那你浪费，去阮家困困的，便所坐当啊，对房间，那像咧大，那是舒服啊，舒服，敢那不是人同款，你困的米皮拢无味，哎，啊，走起来拢无便所，拢无什么垃圾，浴巾拢敢那新的。其实我最爱用别人的，我定来去用骂。我拢家己扎绣好咧，啊，人家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毛巾、肥皂、牙刷，不敢用。啊，因为啊，那就算要用，还要跟对方特别感恩，安尼啊。但是一点不能留下一点点线索，不好的线索。拍天来讲，一个人做杀人凶手啊，你既然要杀人，要杀到让人抓你抓袂到，安尼啦。啊，找不到你的蛛丝马迹，杀人的线索你找不出来。就像那少年公，这些查甫人啊，要外国，哎，外国你莫拢唔知，你叫做给外国了。啊，你外国你莫拢知，转社会拢爱美，你在写一些笨手。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，那你干嘛去做那种事情？那当然，肯定佛教。今天各位要做这个菩萨，无分在家出家。你隔壁咪讲，阮隔壁爱食菜，阮隔壁迄讲要去参加什么第八届，安尼。啊，你阿讲八届又记袂起來，但是人家都知道了，人家就会观察你。欸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在家就宣布我要出家，我想要那边的传播，因为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，我以前社会关系有一点复杂，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亲戚朋友、所有的同学都了解。我想要出家，啊，那我现在就在度他们了，不是等我出家。所以我做行李的方式，我吃饭的方式，我待人接物的方式，跟以前做行李的人都没感觉了。别人会从内心里面去观察你，啊，那出家以后，那度的是另外一种人，啊，因为那是缘，在家缘跟出家缘都不感觉了。所以我想，我有时候跟很多人说，你连配一支目镜拢爱开会给我跟你讲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就爱挂这较方便啊。啊，问题是看起来歹看啊，太过于流气，太过于老化，拢袂使啊。所以，因为你要影响别人，干那讲你是个公众人物，就麻烦嘞。出门就要戴口罩，惊去用淋出来。啊，若不爱戴口罩，得话好势。啊，不然人讲啊，你那生了好歹，啊，就像一个单眼皮的人，你个伪做双眼皮讲骗，啊，你买特工出来都要乌咖要死呢，安尼啊，啊，佮装假睫毛，啊，你看这查某人要画几点钟才有法度出门呢？但是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啊，做这菩萨就是你爱庄严，啊，你爱利益众生，啊，安尼来引导众生，啊，家己佮落去做。啊！你普通时啊，你庄严，结果要跳到最高，你搁跳头一个。你普通时啊，你庄严啊，旧个涂骹垃圾，你用去做，哎，去感动别人。那我安尼讲，各位有来讲，其实好好的学做人，因为人叫好多成佛，人成即佛成。天道人看袂到，畜生道伊无法度。做人爱做较好，畜生道和鬼拢尊敬你，和神拢尊敬你，和诸佛菩萨欢喜你。和所有的人羡慕你，和所有的佛弟子学习你，那各位开始想，我
我就是准备扮演这个角色，这个叫发菩提心。我要做一个大乘佛教，要让众生因为我会要合佛离苦。所以你要有一个，你要坚持住，坚持住。而有时候我也跟我们很多年轻人，包括法师，你坐下来跟他找我囡仔，你咱坐下来就想要脚开起来，比较轻松，比较凉，啊，无就跳脚，唔敢好，较爽快，这个都不行啊，拍死哦，咱起码请滚啊哦，啊，你连睡觉拢还叫人家去翕相，你的睡相好不好看？你坐在公车，坐在火车，坐在飞轮机顶。你什么动作都在影响别人。我问头前那个师傅，困到咕咕叫啊！啊，你都未使在公开遐困，你都无法度啊！因为你在公开就是在造业啊，安尼啊。所以那要怎么办？吃饭你要怎么脸型吃饭？就像我们在英国要训练一个伯爵，就像英国这个小王子以后要做皇帝，这个小公主以后要做皇后。他要怎么穿衣服，他要怎么走路，他拿刀拿这个刀叉吃饭要有什么威仪。所以这个叫菩萨戒，不犯威仪戒。你菩萨的威仪是什么？菩萨的习气是什么？菩萨不世俗的习气，菩萨感到菩萨的习气。菩萨的烦恼是什么？菩萨不是在烦恼自己，菩萨是在烦恼众生那还没离苦，佛法现在没流行，那叫做菩萨烦恼。那这一点我们就要一直去了解。那为了要了解一方面，一刻佛要念三宝深入经藏，一方面积极的去接触众生，接触众生。各位绝对不能说我回去起好就好，我这事情做好就好。你要方方面面的，每一个众生不知道的不同样宗教的，你都要去接触他，接触他啊！你还勉强你自己去做，你即马无勉强，后摆嘛袂晓。你即马虽然勉强做了无好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有咧进步。咱是做乌龟慢慢走，我们不是做狡猾的兔子。但是你爱去练习，你若无去练习嘛，然后你就停在原地，停在原地就是堕落。所以《精进波罗蜜》是但念无常，胜物放逸，人生难得，那难得做人，那已经了解佛法。我们要很这个精进，不是紧张。有的人会紧张，惊去闹鬼，那也是爱面子，傲慢，爱面子，惊自己失败，惊自己红笑，连这个你都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啊！所以你没有放下，你就没主人呐。就是水道头，你若无拍无开，开一半的啊，还是已经生身啊，那拢是傲进，而且水就没出来，你就无法度流落。有了主人的智慧，主人的慈悲啊，因为你有一个坚持嘛，有一个坚持你就无多。啊，这点咱来打破自己，也要回光返照，一直返照家己，那是亲近上帝性，上帝性你跟他讲话啊。所以我定啊，从我家己咧拍电视，我那些边仔信徒，你给他看者，师父安尼咧讲话，迄张相片，什么所在有问题？这个佛像的摆设、摄影、声音、影像、光线，什么有问题？就像你今日要设计一本册，对方给你十个图，你要选一个同好的图来表现这个法，这各位要学的，你别再讲我会知道哪一张较好，哎呀，啊，一十张内底一定有一张同好的。那那是大家的眼光，做电影是要让众生看，不是要你自己看，啊，你就要对这。即十二点钟内底，甲加做两点钟，啊！你着迄个能力，从十二点钟内底通宝贵、通吸引众生、通表现电影效果，即两点钟，你要有这个编审能力来建出来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爱去接触众生，还要去了解众生的优点。啊！你今日人互你指引，讲要叫你跟一个男主角、女主角、脚本、编剧。你要有能力哦，你袂使讲哦，这我袂晓，我是阿弥陀佛，我食菜，我无咧管这。拍一出佛教的讲因果的电影，内底个没有用佛教名义，用电影去吸引众生，这是何里一应呢？你根本你袂晓做啊，一个无够呢，
但是你要讲我有能力，我会晓，你即马拢准备好啊，一直累积福报。因为为了要让这世间的人拢有法度合佛，了解佛法，所以要把佛陀现代化、佛法生活化，啊，你来一直去观察。所以悲智双运，所以当然有人讲啊，师父天天打坐就可以，打坐是个助缘。真正的打坐是你可以面对代志、面对变化、面对众生，你个保持一个正念、空性、菩提心，善巧方便。安尼你唔叫好多圆满波罗蜜，波罗蜜是不能够离开众生的，透过众生你才有波罗蜜，能够调伏我执啊，够好多个众生给人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就要开始去练习了啊，给你。即五百只鸡啊，互你去饲，你带转去恁兜，里边那个饲着每一只鸡啊，拢安尼白白肥肥安尼，规工干安尼念阿弥陀佛啦，啊，足快乐。哦，你别说，这摸上来，这摸上来哦。所以，但是菩萨，你讲咱真见晓，咱都无迄个承担的能力，所以真艰苦。你别说讲，因为你放弃这五百只鸡啊，等于放弃你家己幸福。所以。每一种代志，让那个参悟、参悟去接受伊，去承担。你别再讲，我不在其位，不做其事，那不行。因为这个世间呢，每一个众生，每一个世界，拢是菩萨的众生，拢是菩萨的承担的世界。你什么代志，拢爱去参悟，爱去问，爱去了解。这间百货公司有赚钱无？这间旅馆有赚钱无？社会政治是安怎？咱袂使过多一边，对甲唔对？咱是接受因果。但是不管像三条，咱拢想要给祝福；不管像三五条，咱嘛要给祝福。那哎，一直甲家己讲者，你袂使徛在这边。我今日生意做足大，啊，伊若三条，我就会趁钱。啊，即阵三五条，别人三条，我可能就会了去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这些三条，啊，你输去啊，你个输去菩萨道啊，因为你个有一个分别心，顾家己的五执。所以哎，无所求呢，这个人若有法度。选调对整个社会较好，咱家祝福。这个党派跟你的私心无关系啊！啊，就这个人选调对咱社会拢无好，啊，咱嘛要给弥补，因为有伊的阴面呐。咱看在心里，但是还是对他升起悲心呐、啊。但是我不能说，你那讲的我拢唔办啦，拍摄我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再等来再讲。那你就没有机会了解。佛法是什么？因为佛法是不离开当下的世界，佛陀时代的佛法跟现今时代的佛法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佛法本质是一样的，但是佛法的善巧方便要随着时代而改变。这个意思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了解。那这个了解不是拔落去，不是你的嗜好，不是你喜欢这个，而是因为这个跟众生都有关系啊、凡是跟众生都有关系的。咱拢爱去了解，食材边啊，食要健康啊。那么爱配什么，咱拢爱去研究，爱想尽办法。所以我讲到这说来，我是为了，因为咱最近咩成立慈悲基金会已经成立了，但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慈悲协会、慈悲分会，大家一起来关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当然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种因缘专业，那大家都要把这个互相，因为这就是修行。因为你那边醒佛，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去慈悲。从这里面，都要讲来消除我执法执，从这里面来个不赶快的众生感啊！南美山，规天不管在这几个月啊，几个月耍几个月死就好啊，几个月去给了世界就好。那不能如此啊！所以，但是我把八关斋戒当作一种佛学院、菩萨佛学院。我们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受八关斋戒的，那大概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来受八关斋戒，安尼比较符合菩萨道。除了传统的，咱该回向、该消灾，咱的乞丐功德，佛来加持，希望社会净化。这个力量，咱相信一挂，那我们要产生。符合时代地方善巧方便的方法啊，那婚姻的人，婚姻的社会，婚姻的需要、政治环境，咱拢爱去了解。
啊，那去了解内底变。